Hello， 大家，今天为什么要拍 Vlog 呢？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要进到我们新办公室，然后看到里面有家具的样子。然后我今天还有个任务，就是大家看到后面那边不是有几个纸箱吗？那个纸箱其实是之前我们在搬办公室的时候，我们把它丢到箱子里面之后，就先运来我家放着。所以我现在呢，要用我的行李箱先装一点东西过去。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今天也是我久违的见到 Crystal 的一天，所以心情有一点紧张。为什么要紧张？为什么看到 Crystal 要紧张？我也不知道。我好久没有擦这个口红了，我大概收了一下，然后我会把这个带过去，这是酒精。然后我记得公司好像有给我一个耳温枪吧，可是我有点不知道我把它放在哪里了，所以我可能今天晚上回来找一下之后，下个礼拜再带过去好了。然后我现在来吃一个简单的早餐，不应该说吃，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应该要 pack 一个简单的早餐。好久没有喝到我最喜欢的优酪乳了。我本来打算就是你知道回香港之后我要很认真的做三餐，但是发现再怎么样好像都抵不过我的睡觉时间。既然看到止汗剂就用一下。我前两天剪了刘海之后待了三天。你要想我家有多少东西。哇！还是很空，来看这个，好可爱！怎么比？你这个真矮，像幼稚园上小学上学的时候那种椅子。怎么比想象中小这么多啊？我感觉好像可以摆两张这个。对啊。这个是从台湾寄来的包裹。耶！你千百面终于漂洋过海来到香港了，耶！然后其他就是公司给我们的消毒液，还有这个。这是什么？印尼。你知道因为我每次都用口红吗？对。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好像是虾皮吧，还是什么他们送的胶带，想说我们之后可能会用。请问很久没有看到我的 Crystal， 心情如何？太好了。你有想我吗？还好。来认领一下。我能想他们。我们俩今天超像的。有发现吗？有，来过来，你看我们俩真的好像哦，一模一样，连这个颜色一样。来，这给你，好，谢谢。You wish you had stayed a clown, never ever knowing whether you're coming on. 走吧。And right now that sounds like Ray's idea.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现在要安装水机。好无聊的一个 clip。Okay, I feel like I got this. 哎呦，这个。
现。我怎么沦落到连剪刀都没有啊？好脏。OK。噔噔噔。要洗吗？嗯。我们两个真的很荒唐，好笑。我们两个抱着一个饮水机到处走，怎么回事啊？这样子，这样子吗？你们两个，普通的尝试都没有。直接丢进去吗？哦，对。哦，哦，有。太好了，一二三，不要一加一加，再投一二三。我现在想要来吃白酒蛤蜊意大利面，所以我刚刚出去买了一罐白酒，绝对不是要酗酒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煮白酒蛤蜊意大利面。今天的食谱呢会非常的随性，原因是因为我刚发现我少了一个 key ingredient， 但是我又懒得出去买了，那就是什么大蒜。我的大蒜呢现在只剩下冰箱里面这两颗，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它，你没有看出来吗？就是来，你们有没有看到里面？这是不是里面长了一颗小大蒜的部分 ？What？ 然后这里也是。总之呢，这个 OK，Anyway， 总之呢，就是这个大蒜应该是不能用了。所以我就想到了什么？我们都说要去腥味嘛，去腥味就是要用姜。所以我今天要来做一个白酒蛤蜊意大利面，但是不是大蒜，是姜的版本。对，呜呼！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蛤蜊们现在吐沙吐的怎么样？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哦，准备好了吗？噔噔，有吐到沙吗？哦，有哎、欸。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的有吐哦，应该有，应该有。OK， 好。Just all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刷新三观的事情，就是你知道我在这边住了大概10个月吧，我终于发现我们家抽油烟机的开关在哪里了。Mind blown！ 大家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加跟减，对不对？我之前就一直想说，那它的开关在哪里？因为按了它都没有回应嘛。我今天才发现它的开关是在这个的上面里面这边，所以你要伸进去按才可以把它打开。我的天哪！哇！然后这个是今天的成品，很不错吧？先来拍照一下。Oh my god！ 我刚白酒下下去的时候想说，天哪，这个味道也太不舒服了吧，我很害怕我选的白酒不对，然后煮出来的味道会很奇怪，但它酒精挥发之后好像都差不多。嗯，我加太多盐了，哦好咸哦。来吃一下今天买的蛤蜊。哇，好好吃哇！真的还好好吃。这一不好抓，等一下不好。安然无恙。要不要解释一下现在在干嘛？哦，现在因为我们有个创作者卡在英国回不来，然后他机票已经被取消到2次，所以我再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帮他搞定这个问题。现在这种非常时期呢，我们每天都要量体温。哦，36.5。OK, perfect, 换你，我换一个给你。37。哦，你体温好高哦。对啊，37还好还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Crystal, 不要怕。怎么样？舒服？真假的？哦，跌倒！哇，好舒服！哇，我们每天都在这边上班好了。好可以耶！我好丑哦，等一下。哎、欸，很舒服哎，我可以这样工作。没选错，真的。来来来，把我们 press play 的，哎、欸，很大耶！真的，超级大。好，我们俩今天就坐在这。OK， 好。坐姿有那么难看。一直被翻到。哦，我们真的还需要去买那个 extension cord。Do we need it？确定？有吗？有。哦，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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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嚯！吼！Amazing！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墨水。我也是。我以前都直接这样装的。对对对。好吃。我可以啦。哦，可以耶。你知道我在旁边抖。为什么？你接触液体的这个事情，因为你看到这个一直都下不去，可能那边满了吧。
到下一个。你为什么要这么中肯？哈，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中肯？放这边就好。好。放旁边吧。啊。可以可以可以。OK。哦。可以吗？可以吗？可以。怎么那么熟练呢？呵呵。到了。太好了。呼呼。我的小 pantry。Amazing， 好的，我们现在来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嗯，就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记录我们自己的体温。嗯 ，OK， 嗯，好，体，温，表，耶，今天几号？今天24。3月24日，Cynthia Crystal， 我是36.5。好，来各位，这个是我们做的体温表。欢迎餐肉成为第一个拜访我们，算是70%完整的办公室。好大哦！你要不要先试坐一下这里？今天才来的哦。然后你如果知道拍片的话，这边可以架相机，可以在这边拍，很棒哎，很棒吧？对，还有口罩。我们有一个防疫小 corner， 就是那边，对，这边啊，很好哎，放空。我刚刚用那个 Google Map， 他带了我去那个。我跟你讲，这里 Google Map 都很难找，对，这边都找不到。我去了那个富林酒家，因为我们的 location 还没有 tag， 对，在 Google Map 上，你知道我们连想要叫外卖都叫不到。因为他就说我们找不到你，不能送。打球将外部三速，那边厚度多么大会记录，吃不了苦，他就是这么荒谬。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环境，这时候搬出脸，把它放到垃圾间。马天兵脑袋打了钢钉，我最喜欢最后那个。马天兵 double， 嗯，可以俾啲高杂度度感嘅节目。被埋沒，各自做製作組提電啦。重點係快啲揾人同我，哦，快啲揾人同我一齊討論。論個名叫大逃脫。What？你不要突然那个脸，你要不要等一下我拍一下你现在脸怎么样子？快点，再一次，快点，一二三，哦，没事啊，没事 ，Come on， 没事，我刚刚打了一个 message， 然后我按掉了，哦，哈哈哈 ，What？Where are we？ 而家我哋要去 IKEA， 啊，这样对吗？对，我们来买点 Chorogi。啊啊呀啊呀，这个啊呀，臭豆鸡。哎，我们现在来一个情境剧，就是徜徉在森林里的 Crystal。快点，你要徜徉在森林里啊！徜徉。我刚从 IKEA 回来，然后想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办公室长什么样子。我觉得有比较 put together 的感觉。好，那首先进来呢，这边就是有一个小柜台。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办公室。那首先我们有4张的办公桌，有没有看到这边本来今天早上很乱的，然后现在已经清理好了。就是我们中午吃的炸鸡，然后刚也有添购了一些办公室的小物，然后把文具都 settle 好这样子。然后转过来呢，这边就是我们的沙发区，这个沙发真的是
很舒服，我觉得很棒。然后有两个 cosplay 的抱枕，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柜子，往里面走呢，这是我们的会议室。哎呦，这个椅子有点乱，但是不好意思啊。对，然后转过来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零食跟杂物区，我们有饮水机。然后一个就是长得非常漂亮的杯架，这边打开呢，现在还没有很多东西啦。我们的零食柜跟饮料冲泡式饮品的柜子，然后就有些维他命啊什么的。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简单的厨具，对。这柜子真的是挑得很不错，我觉得超有质感的，很喜欢很喜欢。我们之后应该还会陆陆续续再添购一些装饰啊，或是可能会再从家里带多一点东西过来，所以我们的办公室会越来越完整的。不过终于我们就是不用流落在外，我们就是尘埃落定，我们的办公室弄得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台湾的同事鼎力相助，还有这一位，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他在香港真的处理超多事情的。大概是这样子，辛苦了，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会看到很多的我。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